是我在披萨课程中所学到的。我们观看的影片是《功夫熊猫一》，里面的角色有阿波、阿波的爸爸、残暴猴王、焦小龙、快螳螂、潘家虎、灰大仙、林鹤，还有阿波的爸爸。我觉得阿波力气很大，阿波的爸爸很会出力。我觉得我的爸爸很像阿波，因为爸爸的力气很大。我不赞成阿波的爸爸隐瞒阿波不是他亲生的事实，因为如果讲了会让阿波很伤心。我觉得阿波在爸爸的面店打工很不开心，因为他整天都在面店，都不能出去。我在这个影片中所学到的，不能嘲笑别人，如果嘲笑了别人，会让别人很伤心。最后，请有观看的人帮我们按赞。